安心事件曝光至今就嚟两年，一直停工的许志安早前 fit 爆出席公司新春团拜，又透露过年前已经努力做足修身准备，同埋喺新嘅一年想拍下剧咁。原来安仔已经接拍咗台剧《接招吧制作人》，预计下个月中正式复出到台湾开工，并会为剧集唱主题曲添。至于另一主角黄心颖，虽然回港后频频在社交网现身，怀疑为复出幕前试水温，但就仍然不为观众所接受，似乎复出无望了。去年年底已经有指 TVB 决定和他提早解约，又传 TVB 最近才落实研究和心颖的解约细节，希望放生他的时候，他就突然改变心意，不愿意签解约信。